好，给大家出出镜。现在是2020年的3月19日了。今天我是在原初超市出镜，给大家做一下直播，看一下原初超市现在的东西，到底储备的如何。现在看了看，反正基本上还是货源比较充足的，没有像大家那么疯狂的抢购。那么你看，货架上的东西基本上，当然他们在临下班之前也在补东西。那么你随着我的镜头可以看到整个原始超市目前的情况，让大家看一下到底，我们是否能买到东西，是不是很多东西被抢光。那么随着我的镜头走一遍看一遍，给大家直播一下这个原初超市现在的情况。这是位于 West Broadway 3301的原初超市。这个超市还是有感情的，当初是去年时候是杰夫老会长作为董事国我参与了游戏共同年，这个游戏啊，这个蓝色的游戏当时是我做的，我没让工人去做，是我做的。大家看一下现在的原初超市现在供应情况，其实还是比较稳定的，你看还是可以的。你看鸡蛋，很多地方买不到鸡蛋，这个地方还能买到鸡蛋，看看369，很多超市都没鸡蛋了。我直播的过程中你看一下，但是这个超市还有，你看，但是限购，一个家庭只能两盒，你知道吗？是限购两盒。其他的地方几乎都买不到鸡蛋了，这个地方这个真难得。看看肉类，肉类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，大家看一下肉类供应。这就是位于 West Broadway 3301的原初超市。刚才我说了，这个当时去年开业的时候，杰夫老会长装修的嘛，所有的油漆工作是我参与的，大部分是工人做的哈，我也做了。哎呦，这芹菜你看多好！哇，我最喜欢吃这个老家当中种芹菜，因为这边都是西芹嘛，你看这边很多芹菜就西芹嘛，看了吗？但这边这叫糖芹嘛，就很好看，很少，也很新鲜。这个啊，如果我看到的话，我一般都买。你看，这蔬菜比较多的。再看一下这些速冻食品，你看，速冻食品还是比较充足的。看一下，大肉包子没了，肉包子都被抢光了，生煎包也没了，看了这生煎包，499，几个啊？六个，499啊，生煎包没了，生煎包没了。汤圆、豆沙包，哎呀，这个都比较充足，看了吗？这个都满满的，还是看来是它的货源还是比较充足的。这些冷冻的海鲜品啊，它都有。这是我最喜欢吃的小，鱼，我喜欢吃这个鱿鱼，小八，就是那个小鱼叫什么筒子鱼叫什么？叫八带吧，就是这个小鱿鱼桶啊，我喜欢吃这个。这个可以买两包，真的。我喜欢吃这个。这个鱿鱼桶，这是我最喜欢吃的。你看，今天买的哈，鱿鱼桶。这个芹菜是肯定要买。他一个家庭可以买2袋大米，那么我就买了一小袋大米。有的边购买边直播，看一下啊，我们的山东拉面，这是我们的山东拉面啊，看山东拉面，399，是1816克，山东拉面，还有老北京挂面，也是399。差不多，重量都差不多。还有上海的阳春面，阳春白雪，上
上上的阳春面都卖399啊，重量都差不多。嗯，还有面就行啊，有面的就是，你看，其实它的供货、啊、还是比较充足的。嗯，供货还是比较充足。这个稍微有一点的小的薯条啦，这东西稍微有一点点缺货，但是估计到了晚上它就会补货的。很多，这小沙丁鱼呢，还是很充足的。啊，这个我也挺喜欢吃的小沙丁鱼，这小沙丁鱼料理啊，你看199。便宜，我记得刚移民来的时候也是一块多一点点，现在是199，叫沙丁鱼。各种饮料哇，很多，很充足。各种调料。嗯，调料都很多，看看，这各种调料都有。我过去啊，我转过去，各种调料都有。哇，大米还很充足呢，799，看很多大米，看了吗？这就原初超市啊，哎，799。比较充足，哎。看看大米去啊，很多大米哈，799，499，很多大米，大米还是比较充足的啊。但是每个家庭只要限购两袋大米，啊，一个家庭允许购买两袋，但是小袋的大米啊很多，很多大米可以大家可以选购，东西还是很充足的。哇，这里还有纸，哈哈，你看这边还有卖这厨房用纸，599，这边还是，也应该是限制的，一个家庭只能够一份。你看，就这个，这是我们加拿大常常喜欢用的品牌，还是有的。哦，这是限购的。拍几个大场景啊，这是当初开业的时候我也过来做过直播了，这基本上和开业时候差不多的情况，只是现在货架上的东西稍微少了，因为开业那天我也过来做场直播，那时候满满的货架东西，现在就今天可能怎么样，收银台。哎，他的叫好好吃，好好爱。今天正好快要关门了，来过来买点东西，过来做做直播。白天上了一天班嘛，晚上就过来买点东西，过来看一下。哇，这么一大束花，你看，哇，一大束玫瑰花，9.99，好漂亮，看，漂亮，9.9，火红的生活啊，其实疫情挺紧张的，但是这边看到鲜花依然是比较开心的啊，美好生活的象征，你看。土豆比较充足，水果也比较多。看一下大场景，香蕉其实挺便宜，论根的，一根2.5毛，有机香蕉3.5毛。好，如果你刚刚啊打开手机或电脑的话，你进入了老叶直播，这是
我在温哥华西区 Broadway 3301给大家直播一下原初超市现在的晚上的购物和他们的储物情况。你看肉还比较充足的，你看鸡，你看鸡腿整只鸡，刚才看到鸡蛋还有鸡蛋了，现在看来鸡蛋也是没了。这鸡蛋每一个超市你看都是最为紧张的货源。你看刚才我直播的时候大家看到了吗？你看有鸡蛋是不是？现在你没有鸡蛋了。The egg is gone, right? Yeah, it's all finished. 哎，大爷说没了。你看奶制品也限购，我觉得这个没必要，因为奶制品太多了，加拿大就不缺奶制品，知道吧？回到了这个地方很亲切。去年是老会场，杰夫老会场装修的，我做的油漆嘛。现在他们的补货状态，补货了，就开始马上八点要关门了，关门了人们马上补货。哦，你看现在面包往上上，也说其实还很充足的。他们也有小吃，就是小的那个，就是，哦，你看，哇，这有南京，你看，南京盐水鸭，南京盐水鸭，还有卤味卤水鸭，哇，还有斗地鸡，还有上海花雕，哇，这些都很好啊，口水鸡，你看，哇，这些东西都很好。南京盐水鸭看了吗？还有上海慈禧烤麸、桂花糖藕呀，这些都很喜欢吃的，一定要过来买这个啊！哎呀，这个东西我都喜欢吃的。哇，还有上海八宝饭，我记得开业之前的时候，我们在加班，那时候他们也提供帮我们吃的，他们也提供吃的，就是这些，但那时候还没这么丰富，现在比较丰富了。这些都看看标签啊，上海花雕斗地鸡799。当时开业的时候，我做的直播好像没有这么多这些卤味，现在有了。你看，盐水卤水鸭、南京盐水鸭、上海烤麸499、桂花糖藕799。哎呀，一个八宝饭99.99。我记得开业那一天我来做的直播，我把它发在了我今日头条上。我今日头条发的第一天和第二天的视频，就是原初超市开业的时候，我把它下载在那个今日头条。那是我做的第一次和第二次直播，都是在今日头条发的。我记得第一个原初超市开业的时候，那量好像第一个是7000多，但第二个就上量非常高了。原初超市开业的时候，当初去年第一条、第二条，我在今日头条发布的我的视频。好，那么今天的直播就到此结束，我给大家出出镜，看看大家出出我在原初超市直播的情况。